大家好，我是阿力，今天给大家做一道蒸鸡蛋。鸡蛋四个打入盆中，打好的鸡蛋加适量的盐，用筷子搅匀，准备适量的水，是鸡蛋的2倍。鸡蛋倒入盆中，加水调匀，把鸡蛋搅匀。搅好的鸡蛋用漏网过滤一下，这样蒸出来鸡蛋更滑嫩。用保鲜膜包上，防止水蒸气进入。保证水烧开，放入鸡蛋，盖上锅盖，中火蒸至8分钟。好了，关火，出。淋少许的麻油，少许的生抽，晃匀，撒上葱花。